是温度控制器，然后这按下是增加温度，按上是减少温度。我们一般把温度调到220度，然后这个是时间，我们按下是增加时间，按上减少时间，一般把时间设置到35秒。然后这个是手自动转换开关，按左边是手自动转换，按中间是空档工作的，右边是自动状态。我们首先把它调到自动状态。刚开始是自动状态下，我们把它推到这个下面，它就会自动下压的。然后当它把时间上升到我们自主的时间之后，它就会自动上升。这个时间已经在上升了，它上升到35秒，滑轮板就会自动上升了。我们把手自动转换开关按到手动状态，也就是左边，然后我们再把Thank you.